哎，你没有跑正面不好看。画面中，这男子当街脱裤子狂奔，跑到对面马路。哎，你没有跑正面不好看。对了。男子裤子卡在膝盖上，露出完整屁股蛋，还跟路过的阿贝打招呼。一旁有人还自拍分享。哎，你没有跑正面不好看。超车。男子私密处大曝光，在街上半裸奔，没拍到正面，朋友还不满叫嚣。道路嬉闹不只要罚500元，露出不该露的东西，涉嫌公然猥亵。公然猥亵罪，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000元以下罚金。喝酒还闯红灯，民众目击男子骑车狂飙还闯红灯，录下画面破口大骂。哦，臭89，吵死。改装车声音超大，吵死人，飙车过去轰隆狂响，在同一条街上来回试车，噪音超扰民。哦，臭89，吵死。闯灯男子最高可处新台币5400元罚款。西子湾友山路变成改装车违规热区，一个月就破300件违规，噪音车一年超过1200台，难怪居民气成这样。哎，你没有跑正面不好看。疑似喝醉酒在大街上内外裤脱光光，大喇喇狂奔，公然猥亵，还觉得好玩，笑个安呢？恐怕是已经触法。记者高雄报道。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